现在场地的时候，他是创的那些东西有，他们一定有比较。
来看你现在工作状态，可以先休息，再换工作。等你比较少的时候，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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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少的时候，所以打这边是玩具最高的，所以上台就是他们练球的，找球交，不要那个是自己在，希望这两个做一下，就是好，今年那个不容易哦。然后就是看也是因缘机会，去年这个时间到了啊。高球三比四，一年后达到这个目标，然后下个目标就是最好的。如何做大事？做大事大家都有机会。对啊，这样子而且越来天气讲实话，这个活动其实。所以我很想打网球，这也不错。分发球，我已经没有在管，没有在管。今天看到垒球，看到也没良心。有啊，会支援他们一些组。有些情况，棒球是会接台球，情况未明，先跳出站站起来。分发球，也不是别的老板要，顾老板要接嘛，所以先跳出站球。也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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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个月又那个，而且我。